祥踢馆者。你充分掌握了颜色、白与黑、光与影，期待每一次每一支鸽子出现的时候，九只九种不同变法，吓死人哎！让你舍不得眨眼睛。好像一场华丽的视觉的飨宴。我觉得最精彩的是刚刚那个呀，白纱的出现把我吓到了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会把曲老师吓到，是因为他变出一个白纱，是曲老师一辈子永远穿不到的。就和吓坏曲家人了。第一次亲眼现场看到手机穿越塑胶屏保证，你知道我第一次看到我吓到了。假的。必杀替关者。这是一个千锤百炼的魔术，我觉得我们的达人要注意了，这个是个小心哦，非常强的杀手。